淼安，哎，一会儿你不是有朋友来了？嗯，我买俩鱼塘嘛，这叫开门红。人家大老远过来了，也不容易，得招待好呀。行，真大呀。今天我一个认识好多年的朋友过来，也是来我们公司入职。我爸呢，让我给他炖一个大鱼头，等下做个鱼头泡饼。他估计路上没有吃啥饭，给他接风洗尘。这嘴老大了。哎哎，好嘞好嘞，那你路上慢点啊，我明天见啊。哎呀，你弄吧，弄不懂。不然有两个女孩紧着过来敲你来，但是有一个茬有点弯了，她今天过不来了。放这个开门红的鱼。好了，累不累？还好。坐几个小时的车呀？七个多小时。七个多小时？对对对。行了，就拿着一点儿。我其他的都寄过来了，寄快递了。拜拜。可可来了。你好，叔叔烧锅呢？是可可啊。可可来了，好久不见，来来来来，要接着来。是吧？以后你就是我老板了。啊，我是董事长。董事长好。董事长，可可还给您拿个东西嘞，拿个礼物嘞。那我自己来行。你喝凉的水还是热的？对，这。吃个葡萄吧，您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这石榴这么大。是的。吃吧吃吧，吃葡萄吧。给喝，给水的。水的，好，好，叔叔，谢谢。来，以后可都是葛志赞干了啊。他照葛志赞做电商工作，以后在工作室，他说景哥过来看看你。那你找好吃的地了吗？明天俺一块去找。等一会儿吧。得找个干净的，赶紧放假。那放心吧。我走着可可找您是不是？是。又能吃苦，又能干，又能干。长大了吃苦的不多，那俩我大小都差不多了。他比我小好几岁了，还是小孩嘞。叔叔，就我给你整了个按肩膀的那个按摩仪，你没事就按肩膀。可啥都想着了。哎，那锅也好，鱼还在锅里头呀。哎呀，别糊里头，菜往放。我来帮你烧锅吧，姐。啊，没事，不用。这已经弄好了，这鱼好熟。哇，看着就好吃，汤有点多。这就叫鸿运当头。是鱼吗？鱼头太烂了。哎呀，买的冰怪多呀。哎，要得够吃了。我先泡了一点，一会儿再泡。烧，那抬吧，别烧的呀。这个盆可以，大太大了，这个盆。干，来来，姐，我给你尝颗。来来，尝尝。行，我看也不知道好吃不。来，其实我给。